来，我们今天料理神经，我们要来把一些老旧水槽不好看的，我们要把它修掉。哦，里面比较不会那么杂乱。听讲水槽愈修，伊是愈来愈够大。动咧，就伊那么加了唔着机呢？伊这尾也要刷后壁，无我这气用，气用真死哦！这气用加无灯，真歹加咧，剪断了，一根啦。这根也把它剪掉了，就只要拿窝窝草草的，窝窝草草我们都直接把它编掉了。这一只也是，修一下，然后来对接。哦，这一张就不行，我刚刚 L 型那种加刀起来来卖 ，L 型较好用。HK 四啊五呢？啊，这里啊，这一颗，把它剪掉，注意呢，莫加着油漆的，加着油漆会受伤的。哦，过来，来，左手操作剪刀。水草也无，伊若无甲加掉吼，它会在那边作怪。这一颗也剪掉，然后这里起了个灶。黑毛藻这小火树而已，就像我来超级水草区后家，这里这一根哦水，然后用水草夹下去夹，这样比较专业。对，无对。一、二、三，这一掌也不行，这一掌也把它嘎掉。修好了，哎，我修修看，都长了些，这个叶子都不行，对不对？枯叶般的树叶，我们把它拿起来，来哦，这里还有一张，这个一张，这蛮不水啊，剪掉了。这不再是因为外靠除草剂的关系哦。啊，这一颗没有用的番黄，把它剪了，淹了，淹人张飞哦。哎呦，你娘的，你还没扣我嘴，给你夹落去。有没有看到那只鱼的那个鸟嘴，差一点被白龙雪把它剪了？要剪的时候，它那个嘴。鱼嘴刚好就过来，你知道鱼鱼嘴啊？你有没有看到鱼嘴过来啊？所以这水草那些嘛是爱冷痛爱修，伊袂使。
这阵生日对我安怎看无？哦，有我看到啊。真唔着技巧，要真着有气的吼、哦，老气的，唔真真着有气的哎。哦，真着有气的哎，吼、哦，还要收嘞。哦，了解啊，了解啊。啊，那个是长老气的，这个老气的也是要剪的、啊。女王院这上下楼还在看到。这个会有视觉误差，你知道？我们真老气的，真的有气的。哇，了解啊，了解啊。哦，虾子的管顶来乘凉呢。哇、哦，了解啊，了解啊。哦，老师喂，刚那个幼齿的去让白龙穴震掉，有没有看到啦？我后边这啦。这够有气的哦！我那嘎嘎的是清爽的哦。哦，啊、这个树叶那个树枝起来哦，这个我们就把它剪了啦，看下较袂晓歹。哦，这个，啊，这个要注意哦，较袂过去整到幼齿的哦。这个。这视觉落差就注意。哦，这支啊，这支哦，这支无效的无，无效就卖到妨碍观瞻啊。啊，这一支，这一支也快烂了，哦，枯叶这一支不要了。哎呦，恁娘嘞！这一支不要了，伊这可能是迄个啥，社区哦，社区有一挂。用个除草剂有哦，去淹掉它就会蜘蛛啦。这个，啊，白龙血尽量认真互恁看，我唔看，这个加这认真哦，水无好加呢。因为它会剪错啊，都要加到油漆的。我这样剪一剪，看着较干爽的。我咧看我咧买 L 剪好个，因为 L 剪哦，伊插落去时阵好加个，啊无这支无够粗个。来乡景了了，乡景我会去 L 剪。赞成去乡景了了，刷乡景。因为我叫主人头家定伊讲，伊毋知影代志经伊找无，所以我嘛是倒来去遐聊聊的。四啊五呢，一支剪刀450呢，大，一支450了，450真的要把它买下去吗？但是不买股票是输光光啊，对不对？干脆就把它买啦。这一根较早的不买股票是输光光啊，也是输光光啊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支就喵，啊，这一支也是股票是输光光啊。我们白龙姐这股还是急车的呀、啊！谁跟你输光光？阿妹呐，下骹这个修一下，哦，这黑毛藻大出来，杀起来！黑毛藻球呢？小活上该吃黑毛藻。哦，这个比较肮脏的。有这同学，你也摘这树叶，你为什么会变这种色？它为什么会变这种颜色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呢？这真的啊，这叶不爱了，这叶不要了。
那树叶啊颜色无够水就无爱来，这也不要了。为什么树叶它会变铁质的颜色呢？好 ，OK， 这一次女王朝大幅度修剪，我们就修到这个程度。这叶，这叶也无啥水，也无啥水，只好用手用就好了。安尼就好，用手粘就好啊啦。安尼，迄支唔免去买啊啦。用手，所以留指甲的好处，还佫较差。这指甲的手咧满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较差？白龙血是致癌器物诶，这支嘛卖还好咧，不要咧。我这加，这个要剪，要不然它那个有纤维，它会烂掉。加加下卡诶。这支嘛卖来，我一看规张拢卖来，气的，你骗的，好，好、哦、这个树叶不够健康的都拿起来好了，你可别底下动的，你看。水泥啊，这重，还好嘞。这阵嘛，这阵嘛卖了，干脆规个卖啊啦。修了，修了，修了。这个叶子不漂亮就修了，可别多在动根了。修了啦。啊，修了啦。OK 了。两栖女王草，哇！伊这话你也无用，伊愈来愈烂。安尼修修应该还好，看下较轻松。遮无，遮个修者，这个小叶烂掉的拔出来。伊安尼生后壁愈生愈水，用袂长到。这丛伤过老丛呢。修老长割不断，哇，那个纤维太粗，这个老长老虫呢，这长嘛提掉了，有黑毛长真正掉，老虫。紧的，我估我真了唔对，啪嚓，起来了，好。哇，这个修完真正修了济，真济。老丛呢？这个、老丛都真无对啊！这个、老丛下骹嘛是。有啊，老丛原底就烂个，所以这水草的时阵一定要定期要修剪。哦，那这个也是，你也无定期修剪哦，一点都也变黄哦，变黄之后它就橘橘的。啊，这水蓝，要换咱唔食，换蛋来食好。哎，这有哦，黄根这有哦，黄根你要进去把它从这边截断。嗯，这边要，有恁遐要加入边啊？截断。截断之后，拿起来。
一死啊！现在为什么变来呢？好像充满铁质的那个树叶，我是搞不太清楚的。收较袂烂，收后尾唔正经，啊，这叶咧，这叶不要了。好，安尼得。然后为了前面的观瞻，哦，这叶也收掉。好 ，OK。啊，这唔知生啥时候咧？伊这唔知生啥时候咧？这唔知生啥时候，这我卖插伊。好，安尼会使。这样就漂亮多了，带气泡胶来修啊。